明月，累了就去睡吧。我不是你的安眠药吗？你不睡我怎么睡啊？困得实在不行了，好不容易洗掉花露水的味儿，快去睡觉吧。等一下，我在写计划书。写什么计划书？明天，师傅，这该不是我要学的东西吧？我才是需要被救援的那个。不管了。明月，我再不睡，我就要困死了。哎，你还要干嘛呀？快睡吧，快点，我真的不行了。好吧，我去关灯。 班长出事儿了，黄明月好像又跑路了。刚才我去叫他起床，他根本不在房间里啊。班长，什么声音啊？嗯，没事儿。我一会儿会去找他的。你有事儿先忙吧。我有啥可忙的？你赶紧穿衣服起来吧，我进来了啊。哎，好事好事，你先去，我待会儿再去。找黄明月。 找到了。